我讲的拢是真的，我袂甲恁讲假，包括。啊，你无介意听，你唔免听啊。你听到艰苦袂痛啊？哦，啊，你听听，等于搁等于食药啊。啊，过台面啊，无讲要算，我即马是停伊嘛，我停阿斯巴拉。你去宣布参选啊？哦，别人拢无人宣布要选，叫人宣布参选，他过来讲，恁伫只拉。甲校友谊拉互死的目的是啥物？民调40%第一名时，哦，他的爱捧场，得爱互伊选咯。即款民调了，啊，唔通互选咯。啊，安尼都唔免投票啊，都总统、市长、立委、议员都同我大家用民调了，哎，民调了同我派派啊。我讲你哪咧写，你就写好写字，哦，你听好无？出卖啥物货？出卖啥物灵魂？无安尼啊！这边我无遐畏水，这边足高尚的，你唔知啊？嘿，你唔知我插政治是足有原则，足高尚的，啊！我讲的拢是真的，我袂甲恁讲假，包括我咧讲偌深的这。包括我咧讲，因两个通几通电话，是有诶代志，我未使讲出来，无爱讲出来。安尼听好，出卖，出卖你拄啊好咯，你毋好个安尼哦，哦，卖哦，无意义啦。代志是大家要知识小交换啦，哦，你咧讲迄落五四三诶。你若讲我讲的话，啊，你听了袂解，你就唔忙入，哦，啊，你忙用迄个无的、有的、无的，等下咧把它割。我甲恁大家拢当作朋友，哦，啊，你无介意听，你唔免听啊。你听到艰苦袂痛啊？哦，啊，你听听，等下搁等下食药啊，啊，好路用啊。啊！食药啊，食食，还过来食下两句，安尼唔足爽，安尼足爽，对唔？听我的啦，哦，啥物人会当甲我吐槽的？你计徛起来，计上电视，还是计当 FB 发言，讲我倒一句讲唔对，哦，我讲安怎讲唔对，出来，茫甲我用迄个影视的。哦，安怎都安怎，对不对？我听好友谊是天经地义，你还阁唔知啊？啊！啊，过台面也无讲要选，我即马是听伊嘛，我听阿斯巴拉，你去宣布参选啦。哦，别人拢无人宣布要选，叫人宣布参选，他过来讲，哦，有出路是差一通叫有出路，还是差不多？啊，有出路无出路是上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，还是伊说了算？哦，还是韩党说了算，还是侯友宜说了算？哦。啊，要不要看看通灵？我袂使互你看，我拢有老的。安尼听好无？我爱保护别人，我爱保护朋友，因两个我无保护啊，我共做中间的联络，我要算啥？安尼恁听好无？啊，所以有当时我爱家己吞了。恁两个啊，拢讲无啊，安尼我就点点。立米修福中，言轻莫犯人啊！安尼听好。哦，要挑拨离间的看宽人，看宽对象，你听好无？哦，啊那食到这个岁啊，哦，食到这个年岁，啊因这个官多，啊个去用挑拨离间，啊就拄啊好了。我看你变，你是要用倒一支手，含我变，我含你变。
变成头壳一空的，哦，来，冰茶，你来啉一杯茶。相信有通电话，我跟你讲，最少五通以上，哦，最少通五次以上，哦。啊，我有诶，伫电视顶我都讲啊，哦，四月十六本来都约啊，后壁阁有约两摆，哦，啊，伊知影我足辛苦，足急，哦，啊，我咧用，所以伊甲我讲，哦，伊甲我讲，我知影你真急，哦，啊，所以伊离到转来，敲电话互我，可能你听好无？两个，一个我较早听的，一个阿姨无爱选，即届换别人选，伊要选换我搁听。你是有病啊无啦？我国民党提名的人，我无听，啊无你是要叫我听？那我你倒来我听偌清楚的款呢？哦，倒来我听偌清楚。我咧听韩国，你那更唔知伫倒个啦，爱听好无？哦，2018年，关东主席我就听伊啊，停了雷格勇开始搁停，停了到伊当选高雄市长，总统大选初选我唔免停，伊就主动当选了，哦。到台算，阮安那停？啊，即马换新的李孔秘书，阁新的一局，国民党候选人出来，啊，我唔免停，哦，是安那唔免停，你著甲我教，你教我讲，啥物原因唔通停？你唔知要给我一个理由，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，哦。讲话爱负责啊，哦，这就是我的原则，讲话爱负责啊。大家拢惊，扛着蓝旗反蓝旗，哦，啊，讲到拢民进党啊那啊要甲轮替，啊有六成，六成嘛恁讲的，嗯，对无？六成嘛恁讲的，啊恁的目的，恁伫只拉，甲校友谊拉好死的目的是啥物？哦。啊！迄阵民调40%第一名的时阵，哦，他的爱捧场，都爱回转咯。即摆民调了，啊，唔能回转咯。啊，安尼都唔免投票啊！总统、市长、立委、议员都同我大家用民调了，啊，民调了同我派派，啊，你去，你当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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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感谢安尼，啊，好迄个。人声势好，就计算；啊，声势歹，啊，就爱换，啊，唔通停。我唔是啊，你声势较好，我甲你减帮忙一挂；你声势歹，我甲你加帮忙一挂。因为呐，你是中华队，安尼恁看无呢？哦，安尼看无？罗清德今仔日加入中华队，反正我就停你。
大家拢爱生活，大家拢爱生存。我甲恁讲，这段中间朱学恒暂停，朱凯翔暂停，有真侪人想要抢迄个市场啊！安尼你听有无啦？都有人就想讲要取代起来嘛，这是一个媒体生态嘛，因为即马是新媒体时代，各位网友。恁来清楚啦，有当时啊，你听我听好友也免感情用事了。这是一个新的媒体时代，议题是逐渐逐渐的转换，逐渐逐渐的转换。所以这个空出来，有两地空出来了，大家都要去抢伊两地嘛。你看他出血很一年的多内偌济，你看，刚才叫我去，安尼岛内的，恁的岛内礼拜的25万的律师费啊，我都搁添5万上来帮忙，对吧？赶紧加油啊，对吧？真的是大家在抢嘛，抢这块嘛，对吧？你抢这地，当然这是对因来讲，那是上主要。主要因也不是国民党员，你若讲因是国民党员，有可能今仔冬季就出分啦。因不是国民党员啦，大家拢在抢新媒体的市场咧。所以这是一块真大的市场，选举是一个产业，你忘袂记的，各位。你唔通袂记，选举是一个产业啊！电视媒体伊嘛为着收视率，甲为着流量，伊会去调整伊个议题。因是作来个啊，对无？当然新媒体、网络、种种拢是爱个啊。好家在，我是安那头到尾唔敢互恁赌呢，我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我爱讲真诶，互你听啊，你给我赌呢？我讲讲，你若无介意，你听，你家就来，用家你钱吐出来，我给赌呢百二呢，那长给你赌那百五，给他赌那百二，对吗？所以这是你要了解基本上媒体，台湾的媒体已经是盈利事业，但还有接受我良心的媒体，因为办的媒体人，但是那种叮当的，那很烧钱的，而且讲真话又不一定有收视率啊，所以这是安尼啊，对吧？当然，自媒体有自媒体的功能，自媒体有自媒体的功能。我想啊，无爱讲伫即个平台顶头你当家讲一寡有诶无要创啊？我讲的是一寡真正诶。知识教我，所以我讲你听偌清楚。今仔林俊仁咧甲我讲，我那，我若大家小教我意见拢无紧，但起码你因为你也知影嘛，政治人物你有贪污无嘛？你有泰戈生无？你有垃圾无嘛？敢若即点无共款的政党，伊就爱欣赏咱，伊爱尊敬咱。对不？好啦，所以伫遮，我讲互恁听，因为我担心嘛，我担心恁，我也唔惊恁安那，足侪人甲讲我服务处咧开，倒搭咧开，我甲你度内，互你维持，我讲唔免，
我嘛甲服务处讲较辛苦诶，到年底大概变好过，这是一个理想啊。因为国民党栽培我一路到旧年，我选市长，大家对我遮尼啊疼惜，对我遮尼啊支持。你也想讲台南乡亲对我安尼鼓励，我要安怎讲？安尼就放诶，放诶准走啊，对无？啊，即马国民党台南市有六个候选人。四，即马提名四个，啊，一个甲陈君豪合作啦，啊，其他佫一区也袂提。啊，你看因遮个人咧选，啊，我当市长共选了，我敢会使点点无共小听？我嘛是爱甲因帮忙啊，有优票对无？啊，我着爱佮总统候选人遐，我嘛是爱甲帮忙，